咧，正話就啱啱係搭藝術列車翻去啊。咁而家呢個第一架普通列車 vs 個藝術列車，喺個列車走啦。咁見到個藝術列車啊，好似聖誕版嘅。今日佢話12点到4点，啱啱喺金鐘站 spot 到，喺會展站 spot 到佢，跟住再谷到嚟金鐘站，應該夠正。不過靈感都幾靚啊！我屋企人都試搭過藝術列車，真係好開心。喂，開出嚟！咦，藝術列車即刻上啊！咦，唔係喎，藝術列車嘅。啊！最驚送個 surprise 俾佢，搭藝術列車走。咦係你？藝術列車，我即刻專程搭佢帶你走啊！仲走啊？好，開出。攜帶行李或大型物件嘅乘客，請勿使用扶手電梯。携带行李或是大型物件乘客，请不要使用扶手电梯。Do not use the escalator if you have baggage or bulky items. 今次拍的藝術列車入站啊，好靚噶！今次呢架列車又搭冇開嘅，唔係去上水。我又 cap 呢個 ice train 嘅客。往大埔開嘅列車即將到達，前往大埔墟。好，啱啱嗰架列車咧就去大埔墟嘅，應該嗰架係應該藝術列車嚟嘅，估到係藝術列車，sorry啊。
劇圖先。牡丹亭前已来国徽馆中领奖，我在我地设置了送行的天下花八里前。我先架設計到幾輛拉式列車去塔布墟。塔布墟都真係好啊！请不要靠近木门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platform doors. 列车开车了，拜拜。